中间方向的传员安打，这个时候安打出现了，中信兄弟在七局下半马上就把反攻的号角给吹了出来。哇，非常的会选啊，选得很刁啊。点下去了，100分。三垒冲出来接，然后传向一垒，完成了刺杀。换头上面选择的关键差别。对，接球击出去，打在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野手要再往后推一些，这个距离应该是够了。三垒上的跑者要冲回来，而这个球是往卡斗这边来传，来阻挡二垒上往三垒推进的跑者。那场比赛他获得了救援成功，这球偏低，坏球。这个球弹到后面去了，而且是打到了脚啊！打到的话就是一个死球，就是出生球。对，这球内野的反弹球，要拼速度啊！一垒手，这个球回来得分了。一垒手出来就完全没有机会了。是，哇！一垒这边直接闹空城。这一支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进账。今天多数的得分呢，都跟王威成有关呢。中信兄弟把比数给追平，28率你怎么会出来啊？是，这个有点让大家意想不到，因为这个球其实离一垒手蛮远的。虽然就算李凯威来处理来做四传三，可能都不一定有机会，但是一垒手出来就是绝对没有机会啊。对。